问题啦，啊，咱这大门是对倒一边要出去啊？哎，得手了，快溜快溜哦！哇，糟糕，要往哪边跑啊？哎，这边走喽！哼，这查拉布不讲好照，追都追不到。不要急，慢慢说，他的身高怎么样？我是个小孩子。唔对唔对，是大人。这两位大人啊！你们两个老糊涂了，是小孩子啊？唔是啦。哎，两位明明是个小孩子啊！好啦，麦子啊，他的头发是长的还是短的？头发很长啊，是个小女孩，头发长到腰啦。不是啦，该讲的完全无同款，没有长到腰啦，他的头是爆炸头啦，卷卷的。哇，你们两位睁着眼睛说笑话。不对啦，你们都在乱讲，明明是一个长头发的小女孩啊！我当查这结果是要听相爷哦。哦，无线电呼叫好像抓到了，就带你带过来，带过来。不是，刚刚根本不是他。对啦，我怎看就是伊问对啦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你偷的？不是不是，相信我，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啊。你看，就在那边的那个小女孩。